いただきます。乾杯。乾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酒飲んでみるこれ。あ、お酒あるな。私飲まない。茶碗蒸好吃。刚刚以为这个高级版的玉米浓汤它有这么深，结果我很开心的把汤匙想要戳下去，你们看，就只到这边而已，大概只有这么深吧。期间限定的草莓哈根达斯冰淇淋。嗯。啊！早餐在饭店里面吃，还有一个贴心的小纸条。鲑鱼，然后看一下高丽菜鸡肉卷，还有明太子，这个是明太子，还有温泉蛋。这应该是也是鸡肉吧，味噌汤，还有沙拉跟これイカ，跟花枝。干嘛？你也想吃啊？是不是？你也想吃吗？哼。ゆっくり時計回り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じゃあ前往下一个景点喽。
来租脚踏车，全部40分钟。刚刚我说的野口纪念馆是这个，然后租脚踏车就在它的后面。好漂亮的，绿油油一片。有抹茶口味跟一般红豆的，我要去吃红豆，超好吃的。